谢，还有每天跟他说感恩你，谢谢你，我爱你的名。真的，一周后就没有发霉，有一点点这里，但这个完全不理他的米啊，发霉比较多，所以实验一周后，我们常常对着我们所爱的人，或是我们的作物，我们种植的作物，还有我们常喝的水，还有土地，还有一切，我们常常说感恩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确实会不一样哦。今天是7月11，我实验一个礼拜后的成果。